爱情这件事情讲不太清楚，但朦朦胧胧你能感觉得到，所以那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哪怕是气味你都觉得这是对的，所以就一见钟情。就为什么一个中年人还在想爱情这个主题，其实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说你对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期许，有一个善意。我依然傻乎乎的对着这个世界唱一首情歌，这就我的选择呀。我一直觉得一个现代人在一个现代城市里面，你可能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你是一个都市游牧人。爱情这件事情来讲一样的，因为你是游牧的。我向往的其实应该是经过很多事情的反复的磨合和修炼的。两个人其实都是独立的个体，那一直到最后你发现他身上还是有你又好笑又生气但是又可爱的那些部分，这个才是煮了够浓的那个汤的那种爱情。就画画这件事啊，可以像回到洞穴一样，就回到自己内心的那个部分。但恋爱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另一条路通向一个内心的，就可以回到小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干净的特别纯粹的那种状态。